游戏中带多少发子弹最合适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雪龙。在游戏中，不同的枪械搭配不同的子弹，同时不同的枪械使用的子弹数量也不一样。那么本期视频，雪龙就带大家了解一下，我们常用的枪械适合带多少发子弹呢？首先是步枪 M4 和 AK 之类的常用枪械，因为是主要使用的枪，所以备弹带240发就足够了。第二，冲锋枪子弹。冲锋枪几乎都是在我们落地实在没有别的枪的时候才会用冲锋枪，一有步枪时就会立马换掉，所以备弹带上100发足矣。第三，狙击枪子弹。单发狙在游戏中一次只能开一枪，消耗的子弹也不是很多，单发狙建议大家带60发备弹，如果是连狙的话建议大家带150发子弹左右。